你可以用250到300 mL 的水 ，OK？ 那么今天我用250，如果你人家改进了过后呢，你觉得太浓的话，你回去你可以用300 mL 的水 ，OK？ 那么用一包的这个营养餐，一包这个 body key， 那咖啡是我最爱的，那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那 body key 呢，我们倒一包下去。 那你可以用这个这个欧拉果丁，就是全植物蛋白质，或者是这个绿茶蛋白质。今天我会用这个绿茶的蛋白质给大家试试看。那么这个绿茶蛋白质呢，它有一些甜味，那么可以给你一个不同的感觉了。那么好像在这个名牌咖啡店喝这样子一样。你再看它颜色。 来，对，OK。那拿的时候呢，不要吝啬了哦，看看哪一支满满的，OK。好，一支满满的，OK。好。今天呢，我用这一个 blender 打一打，然后通常呢，我都是自己用的这个摇杯呢，我的这个 shaker 来取的，OK。 通常呢，我都是用这个摇杯，我去到哪里呢都很方便的，就我用这个机器摇哦，这个机器，OK，这个机器摇。那今天呢，就用这个来打开门试试看啊，OK。开电，OK。来帮我开电啊，OK。 在家呢，房间的话呢，你这样打一打的话呢，很滑，很顺手。OK， 哇，一打开呢就有那种感觉啦。OK， 来，新朋友来，还没有喝过的朋友来。啊，对对对，来，没有喝过的朋友这边，哎，苏迪妹。 来，没有喝过徐富老师冲的来，没有喝过徐富老师冲的来。徐富老师冲的不同的啊，跟徐富老师不一样啊。来，一点点，再定点啊，再定啊。来，来，来，还有谁没有吗？ 接过一下，来，接过一下。哦，接过一下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好喜欢吗？哇，棒啊！喜欢吗？植物老师聪不聪明啊？啊，感觉不一样。Yes，body key。